香的味道哦。啊嗯他骑着一匹白马，要去拯救被虎姑婆绑架的公主。就这样，他们几个走着走着，却在森林里迷路了。哇！不要上当，你们不要再胡闹了啦！黑暗大烤箱，兔儿跟黑儿都变成了小老虎。我你才不会说故事呢，真是个大笨蛋。